我以前是打鼓校队，你知道吗？你们觉得这一次演唱会有比五宝文天好看吗？有！有没有比五宝文天精彩？有！有没有比别人的安可演唱会还要有诚意？有！我们是变成80%的流程。有！我们是换了5套新的衣服。有！因为我是。下次还有这么安康？要！哎，先不要吧。真的。还要吗？要！真的还要？要！希不希望我常来新加坡？要！我也希望，但是会变胖。没关系哈。Steady air， 没关系，来我们新加坡，很多好吃的东西。好，今天真的好，很嗨，真的很谢谢左右两边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从头到尾只看到我的左右两边，但是我已经尽全力了，让你们看到我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有。给你们看我捏捏。接下来这首歌我要送给大家，爱疯狂。